说什么？我说台湾的女生都很漂亮，很嗲，我要去看。好，我要去夜市里面看看美女。我阿伯要专访这位上海来的奇女子，今年几岁？我90年，27岁。有没有男朋友？还没有。好，你这趟来台湾旅行做了哪些事？听说你刚刚说从哪里骑脚踏车？啊，你说我骑行，我从高雄，然后骑车骑到垦丁，然后又骑到台东，然后到玉莲，然后从玉莲花莲到花莲，花莲，然后又到台北，花了几天？啊，我们来今天是第七天，我们昨天还有就是骑自行车爬那个阳什么山。阳明山，我们昨天有骑。哇，你真的是太神奇了！骑到阳明山会累吗？就会累啊。会累。但是还好，因为我在上海有健身。哦，好。哇，骑了七天呢、啊，真的是太神奇了啊！有没有遇到什么奇人奇事？感觉台湾怎么样？啊，我就很喜欢台湾，因为台湾的人真的很好，很 nice， 真的很好，我很喜欢台湾。但是我看到一个路上面，大家就很多卖槟榔的，然后一直很奇怪，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卖槟榔的？然后刚刚有问一个朋友，他说因为这边人很多人会吃槟榔，对吗？对，就是槟榔店很多很多。哎，因为吃了之后比较不会那么冷了、啊。不会那么冷。对啊，我要尝尝看，吃了我真的很怕冷，吃了脑会充血。这样子吗？对啊。这么神奇吗？对啊，比那个什么红牛啊还有用啊。就是哇，太神奇了哇！你按你想不想交个台湾男朋友？交个台湾男朋友啊，可以考虑一下啊。他喜欢上你哈，然后就马上哦，就去上海工作了，他就不在台湾工作了。那我也可以不在上海，我就来台湾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可以来，你要说清楚哦。啊，这个文章po出去是100万人在看哦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赶紧过来找我吧。哦，嗨，如果没有女朋友的哦，这个好优秀。你快点啊！好，我害羞了。那、你有 Facebook 账号吗？什么 ？Facebook 账号有没有 ？Facebook 我们内地看不到啊，我在上海看不到，要用 AVPN 就很麻烦。好，我帮你们问地址哈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